陈道长好，慈悲慈悲。今天特别感谢腾出时间来，这个白云观也是来过很多次，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也不是很熟悉，所以今天也特地跟您请教。白云观两侧有这样的一个石柱，这个石柱叫什么？那华表是在古代是帝王的这种身份的象征。那白云观为啥会有？因为白云观最早的时候是供奉这个老子的，在唐代就有了。最早叫天蚕观，后来叫太极宫。太极宫在元代的时候，这个修筑长春真人在白云观，所以后来改名长春观。长春观，对。然后在明代的时候，那华表啊也是在明代的时候。还有一个白云观这个华表的意义就是，我们俗界跟仙界的一个交界。一个交界。对，我们在华表以外，身为这个俗界，我们进了这个华表，就是进了一个仙界。就是这样一个分界点似的。你看我们走往里走的话，这边就是一个世间白云观。世间白云观。对，明宗的时候给白云观世间的。叫铁打的白云观。铁打的白云观。所以过去最早白云观是因为是木头的这个牌匾。所以它有失火的时候。后来在明宗的时候呢，给白云观赐了这个真铁打造的。这个牌匾就是象征着这个永固白云观永固。对。